哦，好炸哦！哦，哦呦呦呦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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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大家好，我是钓鱼霸的隐藏成员阿才，我这边是来帮钓鱼的时候不想讲话的龙爷辅助解说。啊、哦！来到澎湖浪铁板，他先微铁。我用30。30K 微铁。哦，前面，不知道，丢。这就看炸水花的地方。看到，好炸哦！澎湖真的是不一样。嗯，真的，生态很好。很容易，因为我努力的在丢。中了哎、欸，中了狗母梭吧？很弱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居然是这种东西啊！澎湖第一尾就是你啦，很可爱。爸爸，对，爸爸。这次又丢了很多竿。这其实，龙爷是中午才到澎湖，是从下午大概2点的时候才开始钓。这澎湖抛这也太舒服了吧！就没什么人，然后看起来超有希望的，一直看到有炸水花，虽然在很远的地方。但是整体感觉就是舒服，水面也没有什么垃圾，外岛真的很棒。我就当一只浪了大概2个多小时吧。换点，我们大队人马换点了，现在来到另外一个港，马上来丢丢看。因为我们住在西屿。那住的民宿又离那个内安北很近，那我岸抛主要都在内安南跟内安北。现在要来浪软丝了，来到这边第一个晚上，丢丢看软丝。澎湖就一直听说是软花软很多的地方，所以晚上我们就是到也是到附近的港口去浪软丝看看。后面浪两杆，我觉得后面应该也有机会，那一个内凹。一起来的钓友呱呱呢，他也是在这边钓到他记录软丝。那感觉就是这边起过很多软丝，但地上就看到很多墨汁。地上真的超多墨的，这无敌多，这是怎样？没有的话很好笑哎。母光继续丢，丢铁板，按后铁板看看。哦，好炸哦，超炸的！快一点！炸完了。刚好刚才最近的一次机会没把握到。
的地方看起来超根的，全都是椒盐场地，是一整大块。现在我们是最退的时候来，那如果涨潮的话，这边会被淹没，所以随时要看后路，完全不知道哪里比较好跟，所以照感觉去找鱼会躲的场地。那我觉得应该是这凹槽有机会，就先找看看吧。没错，这凹槽里面很多鱼。那龙爷是用三克的极多头配一个卷尾的软筋，它是加长尾的卷尾，但这种方式大概都是这样子平拖，因为浅场你知道平拖就好。大耶！这就是龙爷来到澎湖第二天钓获比较像样的鱼。水耶，又是20以上了。耶，澎湖第一只根鱼。不错哎，哦，第二把，哦，这大哎，这有25哎，哦，好大哦，哦，有，哦，哦。哟爸石斑真的吃很凶哦，这次很重哎，哦，对爸新点吗？哦，轻点石斑，点是蓝色，对不对？应该也是玳瑁。也是玳瑁，是不是？求观众解答。这只好像是最大的。没有，有一只25了，这只20出头吧。啊，小的，黑猫。哦，是哦。钓友呱呱有钓到一只很大只的黑点，我看过最大只的黑点。爸，那这种礁岩场地啊，然后又这么浅场的话，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跳底或者怎样，你只要丢出去，顺收回来，颗数不要太重，让它保持在底部的再高一点点，维持在那个泳层。贴底一点的地方，但也不要就碰到底。哼！哦呦，被接走，小狗母，细细长长狗母说：“当当带爸爸。”有小东西是什么呢？又是小狗母哦，这更小了，好细长哦，呵呵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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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钻洞。啊！它磨断了。出来了吗？磨断了。石斑这种东西，它一有机会，它就钻到洞，然后把鳃盖打开，它就卡在那边了，所以很难再把它拉出来。这个是龙爷的必杀饵，这个饵呢很特别，但龙爷在淘宝上面看到觉得很有趣，所以买来用用看。钓这种梗鱼就超强的。那不知道这在石斑的眼里，它到底是哪一种？它是模拟虾，还是或是模拟什么小卵丝吗？小头足类吗？都不太确定。用这饵对付梗鱼超有吸引力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哦哦哦哦哦，哦，耶，小黑猫，黑猫宝宝。如果放生的话，你解鱼用最小伤害的方式解钩，就是不要让它造成额外的受伤。那我在这边这样子连拉的过程，也大概有感觉到他们咬的时机会在那种你顺收，然后可以稍微停顿个一两秒再顺收，那很常会在它停顿那上钩。哟，黑猫15公分，又是黑猫。啊，好了。杆子是用那个 Rockmaster， 点线器是用 Shimano 2000型的 ，PE 线是用0.6号，前导也是用2号。哦哦，哈哈，你好重，好爽。那是黑猫。黑猫，小屌的。黑猫。哦，黑猫有小只黑猫的，黑猫好多哦。啊，干断！很大的，是啊，厉害厉害！学会了，这是社会经验。那我们钓也钓的也都不错，嗯，呱呱跟游，哎，不错哎。他们钓这些鲸鱼钓蛮多的。啊，真蛮大的嘛！有我也有喽。那你现在在澎湖的那个鲸鱼的体验是还不错的。哦，真的、哦？真的蛮好的，很推荐大家到澎湖鲸鱼。龙爷的澎湖行全篇就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。照不照？照了哈。
炸花枝。有了有了，中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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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和小铃铛哦，谢谢。